Okay, welcome to Horsemaster Storyteller. 今天要来开的东西就是镜头，一样是黑色星期五的镜头。那我这颗买的是，哦，他给我特价，他给我最后算澳币是1011元。然后原价的话好像是1200多块，对，快1200。对，那我觉得以镜头来说，这样子是很 OK 的。而且其实他们这颗镜头是没有打折的，是因为我们买很多东西一起的样子，所以他才给我们折扣。对啊，对，那对，然后这颗Sony的55F1.8，那好像是因为网络上一面倒的声浪说是这颗是Sony 家一定要买的镜头，因为它好像因为卖太好了，所以很多。你去很多地方，甚至还找不到，就是它是没有货的。对，这颗已经出很久很久了，但是去很多地方买，它可能还是会没有货。他买之前真的考虑了很久，一直在那边买到买16年，还是要买过13年的，最后还是上网查了很多的人家拍摄过后的素材，我真的是发现，55的。去 YouTube 上，去水管上面找55，真的是很好找，就是随便翻都有人家拍摄的素材啊、风景啊、人像啊的影片的那个 footage。但是相对新的那个50mm f/1.10的，不论是那个蔡司或者是 Sigma 的，都非常的完全看不到，就是那个非常的少。好，现在拿出来的是一个皮套，他送了一个皮套，是蛮好的，有味道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遮光罩，遮光罩就是遮光罩。再来，哇，镜头它也是全金属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装上这颗镜头给大家看。现在你们看。在拍的这颗镜头是28-70的一颗变焦镜，那个算是 KIT 镜吧。对，所以现在现在拍的这个镜头不是这颗，等一下会换上这颗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。这就是刚刚拍的东西，就是用这颗55F1.8拍的素材。对对，那就是我个人是蛮满意的啦。对，然后它的感光就是在弱光状态下非常好。那之后也会用这颗镜头去拍摄电影。对，那喜欢这支影片吗？如果喜欢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。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那因为我会不定期的上传影片，我没有特别说什么时候会上传影片，所以固定就是看心情。对，所以你如果开了小铃铛，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上传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下一步开箱影片。